噔，谁说40岁就不能拥有少女腿、女神腿？拒绝腿部松弛，瘦大腿内外侧就交给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健身群张，我今年已经40岁了，但是我想跟你说，年龄绝对不是女人追求这个健康和好身材的借口，而且作为40岁以上女人，也是可以拥有这个完美的腿部的线条和这个肌肉线条，而且是从小腿到大腿，只要你下定决心，愿意付出努力的话，那么我今天就教你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什么呢？就是深蹲震动。现在做一个深蹲的这个动作是吧，大腿尽量与地面平行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双脚是两倍肩宽，然后脚尖是朝外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就还可以开始震动了，注意上体保持正直，尽量不要向前弯，上体尽量保持正直，双腿打开的越大越好，但是如果你完全下不去的话，你可以下到这儿也是可以的，尽量是与地面平行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的震动，因为这个动作好啊，包括你这个腰腹，包括你臀部，包括你的大腿内侧、外侧，还有小腿都会练到。哎呦，我现在已经刚做了10秒钟，就是感觉到出汗了，不用震动频率很大，就微微的就可以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震动可以坚持15秒钟，腿真是好酸，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在家，你穿着什么衣服，你什么状态，你在厨房里，哪怕你在这个办公室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做。这个就是把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，做15秒，歇15秒，做15秒，歇15秒，一两分钟的事儿就可以把这个训练融入到生活当中。哎，你看我刚才做了一个动作，现在已经满身大汗了，是吧？我希望你现在就站起来做刚才那个动作，不要找任何的借口。你每天把这个坚持下去，做下去，女神腿就离你不远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也是想改变自己的身材，或者甚至说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彻底完美蜕变的话，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机会。为什么？一定不要错过了，我下一期就是在8月21号即将全球开始的什么变身逆袭秘方的一个培训，一个讲座，一个7天的讲座，而且现在是限时免费，名额有限啊，因为之前有很多人没有报上名，这回就抓紧时间，一定要报名。如何报名？就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我要蜕变4个字，找我小助理就可以。这个讲座之后，变身逆袭这个秘方我就会教给你，学会了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完美蜕变，里面就会有如何吃、如何练、如何自我激励培养习惯，所有的干货知识，一股脑的所有需要减肥健身的知识我都会教给你。而且就是通过这个秘方，我已经帮助了1530名女性彻底完美蜕变了，所以你也可以，每天都能收到大家给我的来信和对比图，真是非常激动，所以我就要把这个秘方变身逆袭秘方就传授给你，免费传授给你，真是13年的一个心血和精华全都在里面了，这样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我所感受的，健身让我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没有那么难，我教给你之后你也可以做到，好吧？那咱们下回接着聊，祝愿每个人都能活出最真实的。